纲。小金文在微博与大家分享了周末带小孩出游的美照，并表示超级喜欢遛小孩的日子，简单舒服。只见波妞已经长大许多了，从这个角度看，竟然和姐姐波波差不多高。两姐妹人手戴一个墨镜，时尚时尚最时尚。两人的嘴巴鼻子确实像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被遮掉脸庞的波妞虽然还是能看得出来像爸爸，但跟姐姐布布真是越长越像了。很多网友都说傻傻分不清，要看好一阵才分得清，相信女大师八变真的是越变越好看。两人呼之欲出的大眼睛像极了妈妈贾静雯。前几天贾静雯还因为自己肤白貌美与实际年龄不符的长相上了一次热搜，被英媒赞美。在与现在的老公修杰杰结婚后，贾静雯真的是越活越水嫩，也越来越做自己，享受生活。我想这就是爱情的魔力，婚姻中对的那个人总能使自己和对方都变得越来越好。除了幸福的婚姻，还有这么可爱的两个小宝贝，真的是要羡慕死大家了。祝福。喜欢我请关注小七一清欢。